我们是黄鼠狼 Rock and Roll， 我们爱吃鸡肉，虽然从来没吃过，因此我们要奋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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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晚一定要抓到鸡。嗯、啊、我现在怎么还是黑白的呀？效果错了，效果错了，我要换回彩色的，换回彩色的。哎，好了，瘦狗狗，你刚才太丢人了。胡说、笨蛋，还不快行动啊，快把天花板打开，我们要进去了。嗯，这么坚固的天花板得用专业用具了。专业用具？嘿，宇宙无敌激光小喷枪。啊，这个可以切开地面，这个激光会不会小了点？哦，这个可以调的。好呼呼，好了没有啊？哦，好了。别打我，我先下去，你随后跟上。绳子到头了。好呼呼，绳子这么短，你让我怎么下去呀、啊、你是不是有信仰了？瘦狗狗也会功夫呀。嘿嘿，中国功夫我用我骄傲。好帅呀，好帅呀。啊，胖乎乎，你快给我下来呀。嘿嘿，我也要很酷的下去。嘿嘿嘿嘿嘿看水果，我是在画中领悟炼乳的玄机哟。哇，师傅，我太崇拜你了。师傅说的对，我应该时刻注意领悟武功的精髓。徒儿太愚钝了，请师傅你教教徒儿吧。我的功力呀，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出来的。想当年呀，我老孙大鸡，快过来看呐。像哎，太可怕了。好了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猪哥哥，为什么我们要假扮成雕塑呀？笨蛋，这叫伺机行事。哎，不好，小鸡要跑，快追呀、啊、不行，我的脚麻了。你这个笨蛋、快走。哇，好漂亮啊。这些作品都是享誉世界的艺术珍品呢、啊。难怪这么漂亮。葡萄。小龙，快看快看呐，这葡萄画得多好看呐。哇，真的很漂亮哎。要是难吃就好了。我有办法。啊，真的？你们看好了。
哈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熊大鸡，你就别发愣了，快接着。好嘞。既定，你戴上那个手表就能从画里面拿到葡萄了吗？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太空飞船里的快乐日子吗？这个小东西就是从那里带出来的。还有更好玩的，你们看。什么？居然到画里面去了？哇，这太好玩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也要进去。嘿嘿，你们的自由行该结束了。终点站就是我瘦高高的肚子。好什么？胖乎乎是是哟。啊！猪大弟，小龙，快进来！怎么小鸡都跑到画里面去了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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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恶！你们居然对大师的作品不敬！不，我们只是抓鸡，还敢狡辩！哥，别动怒啊！再来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！可恶的狗崽子，我们黄鼠狼可不是好欺负的！狗哥哥还是那么英武啊！我们走啦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绝世玫瑰。这幅画怎么动起来了？难道是最新科技？爸，那只飞机真丑。确实很丑嘛。看来咱们只能等到关门再出去了。是啊，更何况那两只黄鼠狼一定还会再来的，咱们要想办法对付他们。走，先避一避。我这不是飞，我只是骨架大而已。姐，炮还不承认。树高高，我怎么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呢？我说胖乎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疑了？哼，拳王的样子超省。切，以为摆个 pose 就让人害怕啦？嗨！可恶，谁打我？好痛啊！不管了，先去找小鸡。这不是个钟吗？有点像那个。浑身BB大枪，来了！累死我了！快跑啊！嘿嘿嘿，瘦高高，这幅也是名画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还是找小鸡。胖乎乎，你就装吧，继续分头找。胖乎乎，你敢打我？我没打你呀。再打我，我就真对你不客气了。真的不是我。说的不是我。好啊，你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三番四次的偷袭我。都说了不是我，我最讨厌被人冤枉了。可恶！
是你们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快快架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绿豆在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手，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